我不回去，我要带端端一起走。对我来说，跟会长分手，即使我心痛的要命，我还是选择分手，因为爸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。可是你却骗了我，你以后不要再为这种事来找我了。会长，您以后一定会后悔这么对我的。等您想起来之后，您一定会跟我下跪道歉的。我那个时候喜欢的人，您是普老师，但我为什么会跟赵市长？会长，您没事吧？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绅士与小姐。